perfect song. All I know is I can keep on wearing this dusty sky. When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sees what's real in my eyes, take me to another spot.玩家有一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九号、十号、十二号、二、三、八、十一，四名玩家在井下。现在时间由七号玩家开始发言，七号玩家请发言。验的那个八号金水，井回流，留个三，留个十一吧。留个三，留个十一，唉，拿了个预言家，你说这事儿闹的，看着来吧，好吧，验个三，验个十一，然后验八没什么，那个八号开牌说什么什么自己这把预言家，说要在那个拿预言家不上井，好家伙，我以为他是狼，我就验了一下。因为我主要看对面的人，旁边的人我是看不到的。那验了八是个好人啊，那八号这个票肯定会给我上。三和十一呀、啊，三和十一，反正我警徽流留你们了啊，你们自己找找吧。一号玩家挺高兴啊，一号玩家看我是预言家，哎呀，一号玩家应该不太像好人，好吧？就有一种幸灾乐祸那种感觉，行吧，好吧，就这么着了。八号是我金水，警徽流留三和十一，我过了。嗯。好，九号玩家。七号玩家真成好哥哥了，拿到预言家牌不验四，不验九，不验十一，验了个八，这不是好哥哥吗？那我就不信。我看的抿了一下十号牌，我觉得十号牌不是预言家就是好人。看了一下十号牌，十一是狼人，井下狼人牌，我不是吧？蒙中了，蒙的，瞎蒙的。我觉得七不是啊，我站边后置位，听井上听的，我站边后置位。当然他发言没啥太大问题啊，没啥太大问题，就瞎站着，瞎站着。我就抿了下十，我觉得那个啥十还不错啊，我觉得他是好人，看他样子猜他是远家瞎蒙嘛。然后我是个好人啊，听一听吧啊，我就过了。好，十号玩家发言。那我觉得九号玩家太厉害了，九号玩家拿刺客，第一天晚上我不就死了？十一号金水啊！哎呀，你们都觉得我在骗他是吧？没有，那个十一号玩家是这样的，他开完牌呢，我看他表情还可以，我说你想是不是不想玩这张牌？他说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有点不喜欢玩狼人吧，所以我就去验了他，结果摸出是一张好人，希望可以跟我站边。然后我认为前置位的九号玩家是一张好人牌，目前为止啊是一张好人。我井下的警徽流我要先压这张二，因为七号玩家一直在说，八是他的金水，他要什么三十一三十一，他眼里没有这张二，所以有可能夜里跟二号玩家见过面，故意忽视这张二，所以井下的二要进我第一警徽流。然后第二警徽流，我认为前置位的九号还可以，八号玩家我觉得可以看看他的上票，再听听他的发言，然后。目前是先不定义他，我想在井后置位留一张。井后置位我个人比较想留一张六号玩家，因为七号玩家发言的时候六号玩家的眼神非常冷漠，不太懂这个冷漠的眼神是什么意思。虽然是井后置位，那个没听过发言的不该留嘛，但是我个人是想留，就这样，井会留就是二六。十一号玩家非常帅气，希望你那个可以给我一个保护你的机会，我过了。想暂时，想暂时，因为我看来敏三号身份不对劲，三号牌像是一张有身份的牌，但他在井下，所以我觉得三号牌好可能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七号牌说第一会第一警徽流去摸这张三，我感觉像是晚上交流好的要去摸这张三，我觉得三这样票这票应该是会上给七的，三肯定是一张井下冲的狼，然后而且我觉得验八有一点就是睁眼之后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十号验十一我肯定信的呀，这比赛就是开局前就在疯狂互动了，我就看他在那对话十一号，我觉得十号摸十一号完全是有道理的，其实我也抿了十一号的身份，我觉得十一号身份像是一张好，所以我想站边十，啊，过了。听完十二的发言，我觉得七应该不是预言家，然后我说一下，我本来是想站边七号，但是七号说我是狼，我其实看到他挑预言家我很开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预言家就是狼嘛。但是他拿预言家的话，在今天这个局他拿预言家，首先狼是不会倒钩他，因为现在他说什么就不信嘛。然后我听完那个十号玩家的发言，我就更确定了十号玩家肯定是预言家，我等会会投七号。然后我现在要做 KS 老师说要盘一个双边的狼坑，请允许我盘一下。我设想到如果你是狼的话，我希望狼人是你们四个女的，就是你们哆瑞咪发四个女的，就很像你们，如果你是狼就很像那四个女的，你知道吧。然后至于三号玩家，他如果有点战术素养，我也认为三是狼，所以他但有点战术素养他就会投给十，因为他勾七没有什么意义，就无非就是七不点他，但是因为我点过他了所以也不重要，所以我潜意识来说我会觉得四号玩家比较像好人，但是我这个站边我纯粹就是因为七号玩家井上说我笑嘻嘻，我肯定非常希望你是那个预言家，因为我是好人啊，所以我很希望我跟你一起嘛，好吧，垫个背，所以我就被迫认为六号玩家比较像好人，但是也不重要，因为有三个狼是认识的，然后好像现在只要十号玩家吃到警徽，大概率七就出局了，因为我听十二比较像好人，那十的发言呢，其实我是被动站的十，其实我是非常想站边七，但是七号点我是狼。说我怀疑那个笑嘻嘻不是好东西，那七号如果井下你对我的身份有所转变的话，我也是可以站边你的，对吧，但是我现在井上肯定不能站边你，因为我如果站边你的话我会被十号这边团队打死，因为七说我是狼我还站边七号我就很容易被打，好吧，别的没有什么了，我现在井上站边十，我希望三号玩家这次能够好好的投票，因为你被我们两个点了都是狼，对吧，你是不是点三十狼，我也点三十狼，你在面试我也点三点那个点三十狼啊，别的没有什么，我觉得 KS 比较就是从前置位的发言告诉我说我没明你啊，因为你比较像好人，至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好吧，我过了，我身份非常好啊，纯粹的平民，跟那个九号是一样啊，过了。四号玩家请发言。嗯，我觉得七号比较像啊，虽然七号第一个发言然后只说了八金水三十一顺验其他没说啥，但我觉得十号不像的点是因为他奔验十一是奔着查杀验的嘛，他说十一开牌说这张牌我不太想玩，他觉得十一可能是狼奔着查杀验的，那十一号都说了他赢一把就把外套脱了，我很难觉得你会去奔着查杀验十一，对吧，然后十二号上来说觉得十号是预言家，甚至没有点评过七号八号，只说觉得十号是，而且觉得十号大概率能验到十一号，我觉得你忽略了十号说十一号像个狼才去验他的这点，我觉得十二号是井上那个冲锋狼，就我听起来感觉是这样，然后十号定义说八号的身份说不去定义，但是七号井上说八号我验出来你是个好人，你井下肯定会给我投票，然后你不去定义八号的身份反而先去验二，觉得二七可能是队友，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可能觉得七号更像一点，而且我觉得12号挺像井上帮10号冲锋的狼，然后11不知道，因为我开牌前名的我觉得6 11 12有身份，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我可能井上觉得7更像多一点，我过了。陈先生发言真不错，但是我觉得10比较像吧，是这样，因为无关乎又来了啊，那个不管10号玩家，那11号玩家得是一个好人，因为他要么是悍跳在骗你，从我的视角里感觉，要么就是他是真预言家验了你是金水，所以11号玩家在没有发言之前，我认为你比较像好人，下把人家也想验一下4号玩家，给点机会。
然后当然前置呢，一号玩家他说是七打了他嘛，他比较想战十，然后十二号玩家也是，但我认为十二号玩家井上的发言好像不是特别像好人啊，当然我可能会听错嘛，我觉得井上比较像十号玩家，而且还有那个歪哥跳的时候他说八金水，我说八金水也没有给十一，也没有给四，对不对？我以为是混子的板子，是传递信息的，我是哦，一想是刺客的板子啊，所以我觉得十号玩家就是故意说，哎呀，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骗他？但是故意打一个反心态，我个人是这么揣测十号玩家的。当然前置的四号玩家呢，他说他要站边七，但是我因为没有很多的数据库，所以四号玩家在站边七的情况下，比较简单的我会认为四可能是跟七一个团队的，但是也许他也有可能是好人，对不对？啊，那我是好人过了啊，我紧张站边十号玩家过了。六号玩家，大家现在的水平都是相当之高啊，因为七的发言。就是大家就能已经直接可以把边都站得那么稳稳当当的吗？那一号玩家，你是感觉你是很久没有听过我发言，或者认真仔细聆听我发言了？你说的那是 1.0 版本的我，那是会盘双边的，盘个双边狼坑炸弹的。我现在哪有盘双边狼坑？我现在一般站了边，我就只盘一个四个狼，或者说，哎，谁是预言家，所以四个狼是哪个？另外一个是预言家，四个狼是哪个？所以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别给我这么多反馈好不好？注意点，收拾一下自己的表。你看昨天人家耀子哥那个做的多好，你学一学 ，OK？然后我听了前置四的发言，四的发言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是，其实我倒没说七号玩家一定是预言家或者不是啊，就你站边七的话，你视角里面光说十二是个冲锋狼，但是九号玩家一号玩家你都没聊啊，这是我觉得你发言的问题。然后那个你们两个这个抿什么呢？一号玩家和四号玩家，我现在都是带亏看牌，你们说你们没抿我，什么抿我有身份，我是建议不要乱说这些啊，这个不太好。然后我自己是好人，我自己觉得其实我想保留一下七号玩家的预言家面，我觉得十发也挺好的，我实话是说，所以我说的是保留七的预言家面，因为你能注意到那个二，我觉得就很挺不错的。七的问题是，七号玩家如果是悍跳，他为什么要给八发金水？这是我内心中没有特别想弄，我就在想着他为什么要给八发金水？不管八是他的同伴也好，还是八是不见面的一个好人什么之类的好，他给八发金水干嘛？这场上现在的节奏是不是就是给四号玩家呀？三号玩家、十一号玩家、十二号玩家，就给他们发金水，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看法？所以我就没想通这个事儿的情况下，其实我井上就没有想把这个边给站得比较死，而且我最近好像井上就是站边没有那么稳，所以我想井下再听一听，这是我的想法。然后听一下七号玩家发言吧，因为七号玩家井上第一个位置发言，也很难拿太多什么爆点去打他，好吧？五的发言我就不点评了嘛，因为五号玩家发言他反正占了十。等会儿还是要去看十号玩家是否为预言家，十号玩家是预言家，五号玩家就大概是好人，我觉得五号玩家也不太会去勾十，但十如果是个狼的话，五号玩家就有可能会是井上的那个冲锋的狼人牌呗，这是我的粗浅的定义。至于一的发言，我自己感觉没觉得他是逻辑上一定是战十，因为他是说七号玩家打你是个狼，所以你不战七，所以我得听你井下到底是究竟想战边谁，你不能说你们以前不是特别爱说一句话，什么一个高配对低配的容忍怎么说，今天你不容忍了。今天不嘲讽了，今天这么谦逊了，不是你啊，没必要啊。然后其他没啥说的，我好人过了。所有井上玩家发言结束，退水玩家请灭灯。仍在井上的玩家有一号、七号、十号，请井下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三号、八号、十一号投给七号，二号投给十号，七号玩家当选井上。作业。平安夜，请七号警长选择井左井右发言，六号或八号。六号玩家请发言。沉默 ，silence。啥话都不想说，这不是最近是什么情况？是最近就是你们狼人牌这个夜里时间是怎么是有处理过吗？还是怎么就研究过？我呢最近就井上一定是墨水牌，我现在炸身份都炸不了，我憋了一股子劲，我说我表演赛，我做出了一个我那个操作的这个人设出来，敢弄。现在我每次最后一个发言，我操作也操作不了，炸也炸不了身份。然后呢，每天井上最后一个位置发言，一不小心如果站错了边，还挺尴尬的，会给别人留下站错边的印象。他也不看后面投票投的正确与否。然后现在井下每天第一个发言，哦，上次金水在那边我第一个发言，这次金水在那边我还第一个发言，七号玩家，那怎么说呀？那我还能说什么呀？对不对？
那票型上我是看到的是这八头七，我其实不太意外啊。我觉得不管八什么的，八头七我都不太意外。我比较意外的是十一号玩家和那个三号玩家的投票。然后听听呗，听听你们投票人的发言，还有二号玩家那个投票。因为按照十号玩家对二的定义的话，二号玩家其实那一票上十也比较奇怪，实话实说，对吧？他觉得你跟七有可能见面了，所以我也得听一听。其他没找到什么明确的好人啊、没找到明确的好人。九还行，其实。感觉啊，状态感觉啊，没有说你发言很好啦，那个你那个位置很难说你发言发得很那个。然后一号玩家状态上还行，咋不保他？保错他好难受的，好吧？回答装好久，过了过了过了。这三八井下不能是两个好人吧？对吧？因为十一号玩家不是金水嘛。大家都说还要再听听，或者说井上比较想偏向站十号玩家，井下哐哐给七号玩家，哦，三号玩家这样，在没听过你发言之前，我保留你这叫什么狼人面，因为三号玩家一会儿会说的，我就跟七号玩家是一对，你们打我好了，我就跟七号玩家是一对，他们也是对，没有人打你们俩是一对，我先保留你的狼人面，好吧？因为井上，我觉得。我们把七号玩家他说他该报的验人以及其他的警徽流都说了，单听歪哥的发言是不可能听出他一定会悍跳或者预言家的，那我们只能从反水的发言来听，我认为反水从他的警徽流和各方面还有他故意让人觉得他就是给十号玩家在发洗头金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十号玩家会井上来听会更像，当然大家都没有更新过发言，我等于刚才发完言 KS 发完言又是我们俩发言，而且歪哥让八还是六发言想了这么久，对吧？我觉得我跟十一号玩家对话一下，你应该没有听过樊水姐姐的发，哎，是姐姐，对对对，樊水姐姐的发言。那个我说之前，我个人呢，我这把是个好人，当然我不能给你太多建议，我是个人认为井上十号玩家的发言会更像一个预言家。他呢，你觉得他跟你互动了，然后第一把就验你，可能你感受会觉得他特别像骗你，但你去听听好吧，你可以去听听后置位，他肯定有站边七的团队，然后其他的好人，如果你能听出来十号玩家是个预言家的话，不要伤他的心，也希望下把四号玩家不要伤我的心，然后别的没有了，唉，我就站边十号玩家，哎，我真觉得反水像预言家，然后我就十一号玩家井上听也单拎出来，你就不算十，你也是那个单立的好人，好吧，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反水的冤家面，嗯，然后去听听三号玩家跟八号玩家井下的狼人是谁，然后井下啊站边十号玩家再没听过更新发言，然后没有那么多位置，因为井下他开狼了，然后十一是好人，其他的位置我还要再听，然后十二号玩家我觉得井上是比较简短的发言不是特别好，你进一个坑，然后四号玩家和三号玩家都保留下面，看看四号玩家井下是否还要站边旗，好吧，那我再打入他的坑，过了。我感觉大家站边站的都挺快挺死的呀，我感觉井上根本听不出来谁是，我唯一觉得七号不太像的原因是他拿警徽以后就是音效了一下子，我感觉他说哎我这都能拿着，然后有点小开心，但是这个跟那个站边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十号是狼的话，三八在听了井上那么多人都站十号玩家，很难不去给他冲锋，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觉得七号更像，所以我觉得三号不一定是那个狼。然后我回应一下六号，我为什么井上只打十二？因为一号是七号攻击了的牌，他可以不站边那个七。九号是在井上说，我觉得七号不像我站边后置位，不是听了对比发言的。而十二号是聊都没有聊过七号像不像，直接说他站边时，他发言里一句七号八号一点定义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十二号是心里有明确站边的，我觉得他像狼。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我现在没有更新过发言，因为五六两个玩家发言好像更多的是数据库，跟也没有太多精进的，我只能依靠井上的发言来判断。我是个好人，我觉得七唯一不像的点是刚刚那下笑，但是其他没啥了。我听完对比发言会投自己的票吧。我现在觉得七号更像一点过。那听四的发言四很难是狼啊，
他看看七的那个样，他特别怕自己被骗。那四很难是七的狼同伴嘛？井上我觉得十一啊不十二跟一都挺不太好的，因为十二号玩家我这样跟你说，我觉得你定义身份，你就是在瞎定义，就不管怎么样你就先定了。但我觉得你可以说是你可以说是非常没有那个什么，因为你又表达了你是一张好人牌，你想占十的边，你认为十是预言家，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攻击我一张井下的三，而且你还攻击错了，你一定是做了不好的事情了。所以你抿不中，你真的不能瞎抿。你能理解我意思？因为我是张好人牌，你跟我说你是个好人，你想占边十，但你打我是狼，那你觉得我能对你有什么好感吗？一号玩家发言太像狼了，因为他起身说，哦，听完十二的发言，那我觉得十是个预言家。这咋的，七的发言十的发言你都听不出来了，然后你就说听完十二的发言十一定是个预言家，这个逻辑上我就觉得你很奇怪。后来你又发言的时候又说，哎呀，我听完十的发言我更觉得十是，你的逻辑的那个顺序都是错的。且他的发言说十是个预言家之后，他说我盘盘双边，我盘双边，那你有可能你们四个女的都人咪发是四个狼。我心想，你不是第一个起身先说十是预言家，那你为什么盘双边的时候你要先说十的狼坑是都人咪发呢？就我觉得一号玩家你的所有的逻辑层面，你说七打你像个狼，但你还有可能还想占七，但你现在只能占十，我觉得你那发言就不太像个好人。且你还对话了我，你说我这票只能去上给什么七了什么乱七八糟，我很难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在故意用这种方法操作让我是一个井下的好人牌去投对票。我觉得你不太是好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人性，我宁愿相信 KS 或者牛肉干他们有这种人性，我也很难相信你有那种好人的人性，用这种发言先打我的反骨让我先上对票，我觉得很难。所以我目前比较想占边七吧，因为井上能占就说了自己想占的七的只有四，且我认为四的发言不是狼，我觉得六不像狼，因为他到末置位他说他保留七的预言家面，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给出占边，且他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他又说那我这个位置我要点错多不好，就是我觉得六号玩家就是比较保留了七跟十的面，他还是想去听七跟十的发言，所以他哪怕他最多是个大哥也很难是一张狼人牌的在工作，然后我是张好人牌，我也不觉得八那个位置像是七的狼同伴，那七我很难找到七的狼同伴，且十一是一张反水的牌，我认为十一也是好人，所以二可能要进坑。那我目前会比较关注的牌就是一二五十十二九，我没太觉得像狼，我过了，我是张好人牌。徐姐昨天带货培训确实是非常有成效，语速从来没有这么快过，很难从你这么快的语速中提取出什么有用的信息点。我没太听懂三号玩家的那个站边理由，就是我觉得他的站边理由不足以让他站得这么死，就一定要站七，因为我听你是压根没有准备再去考虑十号玩家的预言家面，你是直接想要站死这样棋的，所以我听三的发言我会觉得三号玩家比较像狼。我投给十的原因是我听完七发言啊，没觉得七一定是不是，但是我认为反水在七号玩家后置位发言，他的发言足够好，所以我觉得反水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问题，我就会觉得反水会像一些。然后我觉得我其实井上我会觉得一号玩家像一张好人，我觉得一号玩家跟七的对话跟十的对话不像认识这两张牌，我觉得一的发言是他好人的发言，那我就会参考一下一号玩家的意见。一号玩家不是说觉得十像吗？然后我听了四的发言，我井上是认为四号玩家像狼的，因为四号玩家井上攻击的人是十二号牌，但是如果他想要站边七的话，攻击的人应该是一号跟那个前置位的九号，所以他的视角里消失了一九而去攻击十二，我觉得四的攻击的点不对，然后我在井下就投给了十。如果现在十号玩家是一张狼的话，你们去找他的狼队友就必须要在井上去找三个，因为我不是那张狼，我是那张好人牌，所以十号玩家狼队友只能存在井上。十是个狼的话，他的狼团队就是五号、十号、一号，然后九号跟十二号里面再去开。我觉得六号玩家是个好人，所以去找十的团队只能在这里面找。但是我井下首先看完票型，我觉得十像，而且我听完发言，我认为三号玩家的发言一定是一张狼。我觉得三是那个定狼，我会觉得三七是两张狼，四是我井上听的像狼，但是井下三号玩家的发言似乎是不认识这张四号牌的，所以三跟四应该是不见面的两张牌。如果四是狼的话，那就是三四里面会产生一张大狼，这是我的想法，好吧？我听到这儿的发言，我会还会斩边十嘛？因为只有我一票支撑给十嘛，我找十的团队就是找一号、五号，然后九号跟十二号嘛。那我听嘛，但我听到这儿，我认为十号玩家是那张预言家，好吧？然后找七的团队就可能是三四七八吧，应该是这样子。是我认为七是狼的话，我点的四张狼坑，我过了。三四七八是有点 crazy 了，不会我井上点了四个狼吧？因为你看徐姐的发言，就是我没有理解你那发言是怎么发出来的。
你说我们两个还是狼，我们两个站边十，教你站边，你说我没人性没那么光辉，那还要怎么站，还要怎么教你啊？我们都打你是狼了，还要怎么教你站边？然后你听完五的，你听完五的发言，听完二的投票，你说我们两个还是狼，你的意思是你操作我们两个，然后把我们两个操作到十的团队？我就井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呀，我是站边七的，但是七说我是狼，我只能站边十。我说我还要怎么说？七说我一直在那边笑，我不是好东西，他就潜意识就说我是狼，那么对吧？我听完发言，我是要站边那个七的，但是我站边七，我说那你以你的性格，你只能投给七号呀，我让你投给七号。你听完五的发言了没有？五说保留你做狼的权利，井下给他投票的是二号。哎，其实我说那么多也没什么意思嘛，你能往你勾住就行了，行不行？我就问你一个，我现在我是狼，我等会倒钩投下十，你等会不会第二天起来先把我除了吧？那个 KS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其实也不想聊你，他说的是抿的你，我说我没有抿你，有问题吗？他抿的你，我没抿你，没问题吧？然后你说啊，我现在发言不是 1.0 逻辑，我以为你挥斥方遒之后点一个四狼坑。我不知道谁是冤家，我听一下，如果站错队的话我很尴尬。那你第一个发言和最后一个发言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发言你就炸身份，最后一个发言打太极，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一遍给你一半给他，打个太极过去了。第二天发言无语 silence， 是这么读吗？是 silence。 哎呦，那你来不来确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苏雅欣老师来的话比你肯定比你聊得多呀，对不对？哎呦，算了，我不说你了。要等会儿你这个耳环都被我说断了，是不是你送的耳环？行行行，我不太 man 了，那耳环太 man 了，我不需要啊。什么？就五号发言最离谱的一点是，你知道吧？他就预约悍跳了，他已经预约下把悍跳。他说下一把我要给四号酒精水，你直接预约下一把大佬，这把还没打完了，下一把你就要给四酒精水，太离谱了，你这太离谱了，圈圈。别的没有什么了，我。就是二三里面我有可能因为二说我是好人，这个我井下我目前为止在现在我还是站边十，但如果七说我是好人或者是七说打错我了，我就一定会投十的，好吧？我说的很清楚了，我就觉得我说的也差不多了啊。那坏了，那就是要看九和十二的站边了，是这个意思吧？荣耀你当心点，荣耀，好吧？我期待我的双开门。小我刚才投票的时候陈俊杰把我看烂了，一直在看我，我一直在对他笑，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投的票啊，就这样过了。三八开狼吗？三八开狼三十一定是比八差的呀。然后而且四号我像四号我没有不说七八，我说七像是白天起来验的八，我的意思是七可能是睁眼去验的，就他狼验的。你要打我的话，我觉得你还而且徐姐说一二十十二四狼，那五末之位井上站边十，九前面去站十，你都不去打，你就要打一十，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跟十二是感觉我跟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我同一阵营。我觉得一可能会坏，但我肯定是好，所以我觉得你打这个狼坑就很奇怪。你要你五九里面得摘一个进去，所以我们实在不行把三外搂了也行。我觉得三一定是两定狼，因为井下你看十一是那个反水的，八是七的金水，那二三开个，我觉得三比二差，那我觉得我要外搂三也对啊。其实我还现在还想站十的，因为我觉得十的团队说出来我没看到，除了五一二，所以想站边十。我再听一轮十和七的更新的发言吗？过了。十一号玩家发言，我觉得十二这个发言出来应该就不是狼了，他都能聊出外搂三这个逻辑点。感谢一下森森的投石，哥二的投石，还有出木乃伊的投石啊！我觉得张无忌的妈妈说的那句话特别对，越漂亮的女生越会骗人。我觉得井上九号玩家这个发言
你说七为什么会验到八？什么好哥哥那点？我觉得歪哥他作为真预言家，他摸我四九四十一九，那不完了吗？我们很有可能会反水，所以我觉得摸八摸一个高配，他能认识他，我觉得更好打。所以我觉得我先说一下我心目中的坑啊，我觉得坑是一二五九十。我先说一下九啊，九景象是打我，是一张狼人牌的。但是你当时的视角，你说你觉得九是一张好人牌，那九是打我你的金水的，所以我觉得九有可能是那个刺客，因为九号认识十号，他认识后置位的牌，但是十号给我的视角他不认识九，所以我觉得如果九作为一张狼牌，他可能是那张刺客牌，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我觉得一不好？因为一井上他虽然说是他模棱两可，但是他留了一个强行去占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七号不要他打狼，而且一号是保了十二的，就是你保十二，我觉得在你的视角十二就比你一要高。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五号圈圈姐从井上到井下一直疯狂对话我，想骗我这张票，所以还是就张无忌妈妈说的话太对了。然后二号这张票，因为二号你不是说从井上找出十号的匪配吗？我觉得井上我找出来了十二的匪配，就是我刚才已经聊过了，我觉得十二不是的话，那就一二五圈圈姐，然后九十，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我如果占七的一个狼坑。我是觉得因为十号刚刚你给我发金水，然后我想看看你会骗我，你都不敢看我，你就是在骗我，你不好意思了。然后而且我是觉得因为我可能对比发言我听不出来太多的东西，但是我会根据这个站的这个情况，我是觉得七的团队我听的好人比较多，但是十的团队我听的好人比较少。所以但是我也不能站死啊，因为你毕竟给我发金水了，我也不想就第一次就让你这么失望，姐姐。然后但是我觉得坑就是这么个坑。我是觉得井下如果说七号歪哥是狼的话，我觉得八号牛肉干哥应该是七八双狼，然后其他外这位有关于七的团队我很难找，因为我觉得六号 KS 哥的发言在我这里比较偏好。然后三徐姐他的打法我跟他玩过，我感觉我听他也像好人。十二本来他是井上给这个十去冲的，但是我刚他都说了他要外搂三了，我觉得一张牌不可能去轻易的去外搂一张牌，所以十二这张牌我放了。所以我觉得坑就是一二五九十，九是刺客的点我盘了，就是我觉得九认识后置位的人，但是十号不认识九。然后我是觉得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金水反水，可能我是一张可以摘出的好人牌。我是一张神职，我跳出来了，因为我怕狼人给我那个啥了，对吧？然后因为我应该是能摘出来好人牌，但是这具体是什么我不会说，就是刺客看能不能看看刺客会不会把自己给刺死嘛，对吧？因为我是觉得我这张牌应该能摘掉，就是我不是七的团队也不是十的团队，所以我还是大大方方的交出来吧。然后别的没了，我站七的理由就是我听了一圈发言，我为什么今天没上警，我就是想我想听完一圈发言我再交我的站边，因为我光听独立发言我很难听到。然后四号陈明俊如果是狼的话也只是歪哥的冲分，所以我觉得四这把也不是，所以我的站边就是七号歪哥啊。然后姐姐我过了，姐姐发言啊。那个我其实昨天晚上就想过，是跟你们俩是拿好人队友更高血压还是拿狼人队友高血压。第一种情况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我一点都不生气，我心情非常的平稳，因为当我拿到这张牌我已经决定验你了，然后摸出你是好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有这种结果。你说那个我一直不看你是因为我怕你觉得我在骗你，因为骗人就是很想要骗人，就是我在骗你，我很想让你被我骗，我就会就之类的，起码造成一点心理压力，对吧？这个你自己听嘛，你能够完全听反我也挺佩服你的。然后我井上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其实井上没说出来，我最后想验六是因为这把游戏对我来说就是找谁是 lucky boy， 七号玩家是 lucky boy 第一名了，我预言家他悍跳已经太 lucky 了，我看看六号玩家是不是也是那个 lucky boy， 所以这个是警察想要六的理由。我是觉得骗人呢
哦，我先给狼坑啊，三七是两个，我觉得一四八里面再开两个。三号玩家的底牌就是，如果连三号玩家的底牌是狼人都听不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要再思考一下，再进步一下，好吧？这个就别的没有什么。然后七号玩家这一把游戏，确实是我也学到了。骗人的最高招就是头天告诉你们，我定明天一定骗你们，然后上来先给别人发个惊喜，让你觉得哇，可没骗我，肯定是预言家。确实是玩的高，玩的高啊，别的没什么了。然后二号玩家，我不觉得二号玩家是一张倒钩牌，因为二号玩家打三这点是很对的。尤其是之前有一把二号玩家是站对边的好人，我怀疑他是倒钩，我心里是回去愧疚了很久，所以这把我相信你是站对边的好人。然后九号玩家就别跟十一号玩家置气，他那个站错边了打你，你别那个什么。我没有警徽流，我最后会看着投票在一四八里面选验，但是大概率我可能不太会验到八号玩家，因为我在听他发言以前，我觉得他大概进我的狼坑嘛。然后四号玩家是被三号玩家包装成说，那我这发言你不能觉得是狼了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包装发言，所以四的底牌有可能是好人，也有可能是狼人，我可能会去验这张四号玩家。然后，那六号玩家就是外置位排出来的好人，主要是六号玩家是三号玩家告诉我的，我觉得 KS 应该不至于被徐姐洗头，别的就没什么了。就是这把游戏的逻辑基点是一定要听出三号玩家的底牌是狼人，对吧？不过我也没有不开心，因为那个我赛前就说了，我想跟十一号玩家拿同样的那个身份底牌。然后而且据小道消息说，因为他这把站错边嘛，他说如果他犯了错，他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补偿我。所以我要不是拿着这牌，我拿狼我不可能跳的，我要永远坐在他们俩中间听他们俩发言，别的就没什么了，好吧？我可能会考虑验一下这张四号玩家。那个行，秦子墨这边还可以，别的那就看看那个 Furry 平民拯救世界一下吧，好吧？别的没了。那个希望大家可以把七号玩家悍跳狼人牌出掉，我过了。我不开心了。啊，我现在选择不站边什么意思？九号井上没，你还没发言呢，我就说你是预言家，他都说我是刺客，你禁止说我刺客，你现在不对话对话我啊，真不开心了。复盘去谁家复？兄弟，我好好对话对话你啊。你说我是刺客，你昨天晚上四点钟给我打电话说刺客这个牌到底该冲锋还是该倒钩？我现在的高置位，我如果是个刺客，那十号就得是我狼队友，因为你认七是预言家。我会不会用这么愚蠢的方式告诉你我是个刺客？连你都找得到我是刺客，有没有可能我真的抿了他像预言家？他有可能是预言家。你自己听的十二是好人，十二告诉你谁是狼，三号今天发言站的是谁？是不是这张七号牌？那你说你自己是十一号，不好意思搞错了，五十号，你说五号是狼，十号是狼 ，OK， 五号是十号。那五号作为十号的狼队友，你是他发的洗头巾，他此时想骗你的票，是要拆解你的关系，还是捆绑你的关系呢？你们的关系呢？他说的是，不管十号是狼还是预言家，十一都是独立出来的好人牌。那他是狼人牌，能不能帮十号说？我觉得十号牌那个啥，十一号是好人，十号肯定不会骗十一。如果十一是好人，十号肯定是预言家。他是狼，他能不能这样发言呢？去捆绑十跟十一的关系？你自己是好人，你听到他发言，你想，哎，十号可以啊。我觉得十号是有人性的，他应该不会在第一竞争大赛，我这么久没来的第一把透视，我穿着透视装过来，他就骗我，他没这么坏吧？有没有道理？你自己想想有没有道理？那三号牌心中不是确定答案吗？四号牌，我觉得你也有点像狼，因为你看到七号牌他那个行为之后，你说了你怀疑他那个行为，但是你还坚定站他。那三号牌起身就保你四号是好人，那为什么三号牌在看到这些七号牌疑似不像好人预言家的点的时候，他不产生摇摆呢，反而直接保了四号人呢？那三号牌心里是不是知道答案啊？是不是知道答案？为啥能直接保你呢？凭啥能直接？凭啥十就一点不是预言家呢？你听到，你现在你回想三号的发言，你知道他是为什么站边是七号牌的吗？是因为一号打他吗？一号打他跟他们俩谁是预言家有任何逻辑关系吗？是他们俩到底谁是预言家？是不是得听独立发言？他有告诉你十号哪里不像吗？他凭啥说你是好人呢？你只是站边了七号，你不能是倒钩狼吗？他说你摇摆不定又站边七，你就是好人。那三号不是钢板狼吗？所以是我坚定站十的一些理由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四号玩家你井上
井上战七现在井下十一现在是独立出来的好人，他告诉你十二是好人，你打十二是冲锋狼，视角不进到一跟九。其实我觉得井上你也有点不好，井下你还是战七，我说白了你就只能吃一眼，因为我觉得三比你更像狼，因为三保了你，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三七是两狼，二是站对边的好人。一号牌这个玩家发言我真的属实没听懂，你的发言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左边一下那边。你井上的发言他就非常奇怪啊，他说他认的是十号是预言家，但是他心里最开始是想站七的，然后他又打了三号是狼人牌。其实一号玩家在井上干了很多东西，井下他说他现在站的是十，等会儿你看他一票会投几吗？这是一号玩家可能成为，因为他根本也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明确站边，我就告诉大家我会站十，你告诉大家你会站七，四号告诉大家他到底要站几，你现在能确定一号玩家会投出什么票吗？他两边都留了口子知道吧，所以他的行为也很像狼人。十二号我觉得是好人牌，坑位上的一进坑，三进坑，四进坑，六那就只能是好人。我觉得五号没有捆绑十十一的那个行为就是一张好人，那我自己是好人，那十号的坑我点不出来。我也觉得二号发言是好人，那八号玩家你好像也是被洗头巾的好人，我觉得你是好人很简单，因为你看到七吃锦辉，他在那他投了一票七，举着七看了一圈，牛不一，他意思就是他也很诧异七号会吃到锦辉嘛，所以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好人啊，投我今天是会投七啊，我自己是好人，十一号玩家希望你听完你觉得我是好人，你能回回头站站十，然后投一下七吧啊，过了。转一下。谢谢鹅的投食，我听你真不是狼，你别拖你兄弟下水了，人家站对边了，你骂呢？就那个是这样，我先聊一聊那个十号玩家井上的发言，说他开牌敏相觉得，因为我不是因为接了七的金水我一定站边七，因为这个不构成一个理由，也场上也不会有人捆绑七八嘛，对吧？那我是觉得十号玩家他的独立发言说，你敏相开牌觉得十一像狼，你奔着狼焰，这点我不太赞同的地方是，那你要底牌真的是预言家，你不想十一号玩家在你身边多待会儿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我是不太能接受的，而且十号玩家刚刚你跟十一对视的时候确实有点结巴了，你是有点问心无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啊，我觉得那个七是，我现在狼坑我不点外置位很多，因为我不确定票够，我就点五跟十两张，是这样。九号玩家，你保五不是狼的原因是，你说五号玩家他是狼，他就捆绑五十十一七。首先呢，你不能预设他是一个狼会干什么事情，然后你再用你的这个预设去推测他没这么做他就不是狼，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吧，他是狼想怎么做都可以啊，无所谓，我就也不对话你，你就听我发言嘛，你觉得我是好人你可以听听我的，对吧？但是呢11号玩家是站对边的，你就别对话他了，就这个事情有点尴尬。然后5号玩家为什么我点他是狼，因为5号玩家井上首先你站边就很快了，井下你开口的第一句话是38里面肯定要铲狼，你当时一定确定70谁是预言家了吗？我是7的金水，你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那38要铲狼，我觉得这不是五号玩家拿好人的发言格式。他拿好人如果是70对跳，我觉得他起码是会稍微保留一点口子，但五号玩家井下一点空间都没留，他第一句话就是38里面要铲狼，38里面要铲狼的言外之意就是7一定不是，因为7的金水是我，这个板子是没有混血儿的，所以我点的两个狼就是5跟10，外置位我不点，因为票不一定够。那个11号玩家是站对边的，那个别的位置其实特别多的也不是很有。还有一个点是9号玩家，你说对，你说的对，你觉得井下3是一个铁狼，那么有一个问题，10号玩家这一轮他一直在渲染的一个点就是他跟11对话说，你要是连3都听不出来你就必须去精进一下，去进步一下，他的言外之意所有位置都有可能是容错，只有唯独3是一个定狼，那10的底牌是狼，他为什么不选择去骗3的票而要把3打成定狼？那三号玩家，当然我不是说你是钩子，你是好人就投十就行了，那你有没有考虑过30是两个呢？十号玩家，因为我现在站边85，在我的视角十号拿狼他为什么一定不要三这一票，有没有可能三真的是十的同伴，但是待会儿看三的投票就好了。所以我也不想在这点四狼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太重要，比较重要的是我不想把很多票打走，我只点五跟十两个坑位。那九号玩家你，而且你也说了要独立听七跟十的发言，那请问七号玩家井上发言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
你不能说七号玩家守住发言产生了任何的问题，那你就不能说你在这铁血站边十号，仅仅因为你觉得三是铁狼，三是铁狼跟七跟十是十预言家不产生任何逻辑关系，因为三号玩家他有可能先勾后冲，对不对？啊，那就我就过了，我会站边七号过了。不是，你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说这么多全让你点完了，那个那你这不是外置本你也点的呀。我感谢我现在投石啊，谢谢那个人参呀，人参你可王王碎瓜瓜 Melons， 还有那个人哦不是这个人气票啊，那个大家送送人那个人气票非常关键，今天星期五好吧，这周的最后一次最后一天啊，然后那个我们人气票稍微送送，谢谢大家啊。然后我五和十没什么问题啊，五和十那今天肯定先出十，二号投匪票的我今天就验二，好吧，我就验二，一号应该是狼了，因为一号打三没什么道理，一二五十不是一二五十，一号玩家卖三个狼同伴也有可能吧，一二五十吧，然后今天就出十。嗯，三号是好人，因为十号单点的打了三和七，因为我在想三号有没有可能是倒钩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十号已经单点打了三七双狼了，我觉得三号就是那个外置位的一定是好人。十一号如果是十号的同伴应该不太会在这个十号发言之前就反水。九号呢在8号发言的时候表示要回头，4号哟4号9号11号至少目前都站对面了，好家伙，那12号也加加油呗，好吧，那真是这事闹的，那个今天我就验2啊，我就验个2，然后投石啊，然后那个守卫也不是必须要守我啊，我预言家嘛非常强，不用非得守我啊。然后那个一号我觉得有可能是最后一狼吧，我不知道，我再看看看一号投票吧，一号的票要投我，一号就是狼，一号的票投十倒钩了，再看看好吧，其他没了，我今天就归个如果开置换的话，如果二号验出来是好人，如果二号验出来是好人，那能够进坑的就是四九十一里边那个变票的啊，十二号说实话我觉得他是站错边的好人，我觉得我觉得四九十一里边有可能小概率会开倒钩，前提是二号验出来是好人。嗯，行，记住我的警徽流啊，我验二好吧，我今天验二啊，我出个十我过了。然后那个七号玩家目前收到了八个末日恐惧减散者留言，然后留言太多了，我先念一个最长的，这个最长的这个是戈尔投的，戈尔的减散留言是在小小的分池里面挖呀挖呀挖，捡小小的散值代宝，小小的夸，在大大的分池里面挖呀挖呀挖，捡大大的散值代宝，乐哈哈，在特别大的分池里面挖呀挖呀挖，捡特别大的散值代宝，笑开花。感谢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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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一轮再说，然后七号玩家归票，十号请其余所有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嗯，一号四号七号八号十一号投给十号，二号三号五号六号九号十号十二号投给七号，七号玩家出局请留言。不是跟我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就是怎么个事儿啊，就是这三号为什么会在十号点你三七双人会投一票七，我的天哪，为不就不结巴了，为什么呀，为十号点你三，十号点的是三七双狼啊，怎么可能投七呢，
九号也偷的七，哎呦，好家伙，那怎么办呀？二号定狼了，一号是好人，一号是好人的话，一号得，为什么我出击要这么高兴啊？我没理解啊，什么意思呀？为什么呀？有什么可笑？我发言不好吗？我不能理解三号怎么投的，我其他人都会理解。三号、十号、十号打三七定了，全世界都可以投我七，你三号投这票七，我不理解。然后九号回回投吧，十一号好像站对边，我忘了，我也不用复票了。五号肯定是狼，定狼啊，五号、十号，哟。呵，这还有一个我忘了，好家伙，这也投的是七，那三号就是站错边的好人，那没位置了呀。十二号也投的，十二号都不想聊了，我就嘴欠，我就不该提那个十二号，要不然站对个边试试，我就不该提这个，没什么了，我预言家走的，我把警徽就给爸爸，大概狼坑也都差不多了，人气票送一送啊，人气票送一送，那个。我也出局了，我也没办法号召那个票了，然后谢谢观众朋友们给我送一送票。女巫，你的毒人你就别毒十了，就不要毒十了，然后你就可以毒二，可以毒五，都可以，或者你就是想毒十你也可以毒，这都没关系，好吧，然后行吧，我就这样。结束，警徽已交至八号玩家，请各位佩戴好面具，然后大家抓紧时间送一下人气票，我们现在是11名，9点就截止了，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就点人气票那个小礼物人气票也可以，在直播间观看的大木老师，你们点左上角的小黄心可以解锁免费的观看送的人气票，然后小礼物人气票大家也送一送，谢谢大家。
刺客请闭眼。猎人请睁眼，你当个上海人。猎人请闭眼。来，各位玩家，整理表情，三、二、一，天亮了。昨夜双死，五号、九号玩家死亡，没有烟。请八号金章选择警左警右发言，六号或十号，十号玩家请发言。何燕的八是查杀，我觉得狼就是一四七八，徐姐是好人，大开眼界啊，大开眼界，别的就没什么了，我觉得是一四七八，那意思是。因为九号玩家比较难吃毒嘛，那就是我觉得九号玩家是吃刀的，五号玩家是吃刺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七号玩家在末置位遗言的时候在点刀，因为他说二啊五啊，所以我就觉得有可能二五都有身份，所以他就想让刺客在二五里面刺，因为刺客知道他是狼，知道我是预言家嘛，然后他可能是怕守卫守我什么的，别的没太多了。那还有什么对话呢？没有什么对话了，就是一四七八呗，是吧？别的就没有了。因为七号玩家有一个最重要的爆点，说他说三号玩家一定是钢铁好人，因为十把这个三点死了。八号玩家说三号玩家一定是个狼人，三号玩家有可能是狼人，三十有可能是双狼。但是我们这个板子是大狼跟小狼是不见面的。就是小狼不知道谁是那个大狼，那我这么打这张三号玩家，三号玩家是钢铁的，如果我是个小狼，三号玩家钢铁的占边这个七，我有没有想过三号玩家是一张倒钩的大哥呢？那七号玩家也没聊，他说那三就是好人，就是七号玩家是狼的点取决于七八，对于三号玩家的定义完全是不一样的，好吧？不过还好十一号玩家没被刺死，别的就没什么了。你就是十一号玩家是觉得自己站对了边，然后并且受到了狼王的表扬，叮咚是吧？挺好，好吧？是一四七八，然后因为八接了这个七的金水，所以我觉得在一八里面八可能更像刺客，我会优先出掉这张八号玩家，好吧？我觉得咱们虽然出对了这个七，但是估计也不一定能太赢，好吧？你的底牌我根本就不太在意，我觉得五号玩家有可能是被刺死的，然后九号玩家是持刀的，我会出掉这张八号玩家。今天就是八十的轮次嘛，对吧？那个大家相信我就出一下这张八号玩家，别的没了，过了。哎呀，压力真的好大呀。其实刚才那个票型拉出来的时候，我真不觉得我站错边了。前置位这么多人都说要去站七，结果最后把七给点出去了，加上我的票一共才四票。如果说歪哥是狼人的话，应该狼应该冲起来吧？前置位这么多人都去站这个七号，我是觉得我盘的这个五号可能是被毒的，九号。我盘一个极限的，五号是被毒的，九号他真是个刺客，他刺人没刺中，把自己弄死，守卫守住了人。可能这个有点好笑，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在我的视角里，九号、五号在我视角里是定了，那九号就是 X 牌，那有可能九号就是吃刀的，被我打错了一张好人牌，因为九号是起身是打我十一的，然后那个姐姐你给我发的是金水，但是你没有去打这个九，这个逻辑关系我觉得是不太对的。我觉得没站错吧？那如果站错的话，那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去选择前置位，这么多人站七，然后还要去倒钩一手，因为我刚刚算了一下，好像就一四八十一这四张票是在七号身上的，是跟着七号走的，其他外置位牌全都是跟着十的，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我是一张站错边的牌，所以你给我发金水我真的压力很大，我真怕如果说你真是真玉我没找到你，然后我们第一次就这样，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是我坐在这个游戏这个桌上，我就想好好玩游戏嘛。我是觉得根据所有的牌，还有最后把七号投出去，我真觉得我没站错，对吧？这很简单一个逻辑。歪哥前置位这么多人站，那个狼人凭什么去倒钩啊？所以我觉得五应该是被毒走的，
酒它凭什么吃毒呀？因为应该肯定是，哦，女巫也可能不开毒，啊，也有可能啊，啊，应该是开毒了，因为女巫感觉第二个轮次，第二个都会去争轮次嘛，除非她是站在十号是真玉的立场上，她觉得不用追，所以我盘的五号就是吃毒的，我觉得我是，哎呀，我真觉得我可能没站错吧，我就不太自信啊。但如果说歪哥是的话，下八我其实是不太同意的，因为我是觉得刚刚那个票型拉出来了，七号就是正月。四号你别笑，你跟歪哥打那么冲，你是不是觉得我站错边了？你在这开开心心的笑得很开心，因为我对你是有数据库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别的没了，我可能还会听一下后缀的发言吧。我觉得那票型拉出来我可能没站错，如果站错的话，那我就回去再继续练一练，因为我觉得我盘的逻辑站七的逻辑是能行得通的，具体是哪里有问题，如果站错我会回去复盘的。我过了三，什么三？为什么凭什么出的七啊？我那我只是三十是双了，这三这个位置在冲，我真的不能理解啊。三位这个票，但是四确实那个位置冲的太狠了，站七站的太狠了。但是十号刚刚说，五是吃毒，九是吃刺，那刀在哪？顿住刀了？我没听到这个。那我三这票让我很费解，那我可能站错边了，可能站错边了吗？不会吧？我再听听，我想听三的发言，听完三的发言我再决定嘛，到底是出十还是出八？我想听三的发言，过了。送送人气票，因为那个七号玩家，因为他发言发的太好了，所以有三个人站错队把他投死了，然后他问我笑什么。因为我平时没机会投七啊，然后今天死了吧，他还在那边点我是狼。哎，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你有些东西啊，你第一天可以站不对没关系的，第二天你总得知道一件事情，五跟九里面一定是有人吃毒了，对吧？要么就是五跟九里面有刺客把自己刺死了，对吧？你也可以说五跟九里面有刺客说什么刺对了，另外一个人吃刀了，那个被刺的人也一定是五。我就是打个比方，我们是狼，我们不会去杀五跟九的，我们一定要先把十解决掉，对吧？这个你能理解吧？所以至于你听徐姐的发言，你不需要听徐姐，所以我已经解释过徐姐的发言，你是单体发言的狼，因为你第一反应打的不是二跟五，你第一反应打的是一跟十二，一跟十二井上是让你投给七的，对吧？我已经说过了，我为什么站边十？因为七说我是狼，我如果站边七，是不是你们所有人站边十的、站边七的都要打我？因为七说你是狼，你还站边七，你不是等于认狼吗？能理解吧？所以我只能站边十。我说的很清楚了，打三是因为我越打他就会把票投给七。结果他投给七之后，他不去打井下的二跟五，来打我们两个，对不对？我说了，我说没关系，你等我投票就可以了。徐姐就是谁说他是狼，他投谁、啊？就是你看嘛，就是这种东西我是经历过的，所以很正常。这不需要，就是你们现在只要知道五跟九里面有一个人是吃毒的就可以了，这没毛病吧？这就可以了呀。如果守卫说守了十是平安夜，肯定会有守卫出来说的呀，对吧？那不就对了吗？那你是好人，你觉得四是好人，我们三个狼是缺角的呀。我可以是狼，八也可以是狼，还有个狼飞掉了呀。因为你金水反水，我们狼有各种理由去冲票啊，这个能理解吧？这太理解了。所以你看四号他也觉得自己有可能站错队，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就是那种是不是站错队，站对边了。我们没人说过你是狼呀，你看在八发言之前都没有人说八是狼，你说七都随便你们投嘛，就是如果你们连五跟九里面有一个人是吃毒的都不知道，这就没办法了。你偏要说这五跟九是被刺客刺死的，没意义啊。有明神让刺客刺，不就刺他吗？他一个没警徽的预言家，你说我们不杀他是为什么呢？
别的就没有。至于别的东西，八号玩家跟你说，因为我肯定不是女巫，也不是守卫，也不是猎人，因为我只能老死在床上场上，他们也不会杀我了，因为我只要是第二天我只要死的，要死的，因为那个刺客狙我，我就刺客就死了，我吃刀了，我单死我吃刀了，你们就知道谁是预言家了，所以就顺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投那个十号，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最后的票得由八号玩家定嘛。等会我们可以欣赏到 KS 老师拍刀的时刻，我们重点期待 KS 老师拍刀的时候嘛。这本局已经没有什么那个发言上面了。当然三号玩家还不肯回头，你们就投八，也别投我，这没问题吧？我是平民，你们也可以投我，好吧？别的没有了，我们好人就跟着八号玩家归票。八说投几，我们就投几，好吧？过了，送送人气票。我是觉得这把，因为这个游戏肯定好人会犯错嘛，但是如果好人犯错对游戏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还好。就像第一天投十的是五票，陈俊杰，是你跟着一号、四号、七号、八号，你跟着他们四个投了，所以你是唯一站错边的那个牌，他们四个是四张狼人牌，是这样子的。狼不可能勾，因为歪哥拿狼悍跳狼人是不可能勾的，所以昨天那个票型出来，他的狼队友就直接拉开了。但是我怕你今天回不了头，所以我今天跳身份我是为你跳的，我是一张守卫牌，我昨天是自首的。因为其实我本来是可以不用跳的嘛，我一直在想5号和9号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我觉得5号玩家死是被女巫毒的，我觉得女巫是站错边的，但是女巫肯定不可能在这四张牌里面，因为投票出来他们四张狼就裸了，所以肯定是昨天7号玩家出局之后，7号玩家的遗言导致女巫又站错边了，那女巫可能就会开到 3号9号，甚至你11号或者这样12号，所以你们可能有人去听了7号把5号给毒了。那9号玩家是怎么死的？我觉得他要不然吃刀，要不然吃刺嘛，如果他是那个女巫他就可能是被刺死的，他不是女巫他就被刀死。但是我昨天是自首的，所以我本来今天是不该跳身份的，因为我不确定刺客还有没有那一次，我不跳身份他们可能不知道我自首还不会刀。但是我觉得你11号站错边了，我觉得12号即将也要站错边了，所以我就只能跳出来身份。那总归万一9号玩家是让平民走的，咱们现在三神三名还是有的打嘛。那如果9号玩家是被刺的女巫，我跳出来我现在就是送死，那没办法，那毕竟咱们不能白天把预言家推出局吧，所以今天就去推这张八号牌。然后我为什么昨天自首，是因为在昨天的票型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狼人是这四张了，因为你是我信的预言家的金水，七号玩家是点我是个狼的，所以我一定知道他是个狼。他的最后的归票发言他说在一直在点二五，他说什么女巫可以夺二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就知道他是在给他狼队友递话，所以我不会去守反水，因为反水吃刀了你们四狼也是裸的，我就只能自首。我昨天晚上是自首的，今天我们就去出一下这张八号，因为五九两张牌都是站边十号的，那五九两张牌肯定是一张，就即使一张被毒，另一张总归是被狼人的技能弄死的，对吗？那所以说五九里面就是有站对边的好人在站十，我一张守卫牌去站十，你现在去盘十号玩家的狼坑，就硬盘只能盘五号、六号、十号。那没有了，没有第三张了，盘三号吗？我觉得三号玩家不能做十的狼队友，是三号玩家如果是张狼，他第一天在井下，七号玩家是真玉，三号玩家就会直接给十冲票，所以三是狼只能是七的狼队友，但是最后三号玩家投了七，三就是独立出来的那张好人牌。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的好人就是二号、三号、六号、十号、十一号和十二号，只有三张狼人牌。如果今天这个局势我们已经大优，我们已经投出去一张狼人牌了，但是女巫犯了错，可是今天好人还要犯错的话，那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打了，好吧，我守卫就跳出来了，就送了。如果咱们刀不够，咱们就输，但至少输也是光荣的输。我们不能说白天把预言家投出去，输得这么屈辱，对吧？今天就投八了，过了。我是守卫，行不行？可以吗？不是，这有点太过分了，还非得说是女巫站错边儿。女巫是谁啊？那边十一号第一天起来跳了个身份呢，说自己是个神职，今天也不跳了，不说自己是个女巫毒的谁？那女巫是谁啊？你要得说五九里有女巫。站错边了，你还得非得跳个守卫，再找个守卫。我是不太能理解十二号玩家你在干嘛？你井上跟我说三井下你是个狼，十是个预言家，我是张好人牌。我是不是告诉你，如果你是张好人牌，你的行为一定是没有为好人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是一张井下的牌。但你是狼就算了，
一号玩家也是，他说我不打二，我视角开一十二，我打的狼坑都是，我视角肯定关注的是二五十十二一，你们这几张牌，因为我当时想站边七的，你跟我说我不点二五，我最多点了一张六，我说六他最多是一张大哥牌，是在末置位，就是说，因为他我不觉得他这张小狼牌有工作嘛，我点了这张六，你跟我说我不点视角不进二五，非进你一跟十二，那你一跟十二，我当时要站边七的，你俩不是都站边张十的吗？啊，我最后为啥？投的这个票，因为牛肉干的发言，牛肉干跟我说他得打九号玩家得打三十是两个狼，我头都要炸了，我都站七都站成这样了，他跟我说九得盘三十是两个狼，我觉得牛肉干是个好人，一定会认下三张好人牌，很难去点三十是两个狼，所以我七号起身发言说完了，牛肉干都点对了，我心想啥意思？我这票他都不要了，就让我就跟着实战了。那行吧，他都说牛肉干都点对了，那我就给七出了。我这么想的，大家都听见八是不是说他可以盘三跟十是两个狼？然后七的发言说的是，完了八都点对了，那我就点五十两张嘛。其实七还有一个发言奇怪的地方，他说的是四九十一里面但凡有一张牌变票。就出问题，九都没站他边，九站的是十，他说四十一，就是我感觉他先预先走了个走位，说四十一里面谁的票先出问题，谁又怎么样，以及他最后的发言，我觉得二还是挺像他的一张狼同伴，且二跳一张守卫，就他起来，他最后遗言说女巫你就去二五里开，我觉得他特别像在给二点身份，让二去刺这个五，啊，我真觉得二挺像狼的。且七那个出局的发言特别像让二去刺这个五，所以我再听一听八的发言嘛，我有可能出张二过。昨天投票的是一四七八十一嘛，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好人，我为什么投的十啊？首先七号最后发言的时候，就首先是八号的发言让我觉得七号是个预言家，八号是最后打山洞的，然后七号发言说。二号如果验出来是个好人的话，如果不是个怎么样，我觉得很像预言家。其次是二号打我的点，你打我说井上我攻击十二没有打一九，这是六号先质疑我的点，我刚给他回馈完，我说是因为一号在井上被七号打他没有打，九号是听了七号不像说站边后置位，所以我只攻击了十二，你说我没有说这个点，我刚说完你说我这个不对，我感觉你好像没有在听我发言，然后现在是因为你二号跟我说，你跟我说歪哥悍跳一定是四狼裸冲，因为我不是狼呀。然后十一号是好人，那只有一七八还有一个狼是谁呢？还有一个狼，而且十号昨天说的锦辉流是验我嘛，我不怕验，我是好人。如果你是预言家的话，你怎么能验到八号呢？八号不是在最后末置位给七号打山洞打的那么狠，我甚至都是听了八号的发言而投的十，就八号在你眼里不是应该是个定狼吗？而我感觉十号不敢给我查验，是因为你给我查杀的话你就吃不到我这一票了，你起来不一定能把八号推出去，但你给我发金水的话狼坑好像就不太够了，所以没有给我发金水嘛，我是个好人呀。我觉得可能没有站错，虽然从明面上来看一七八所有人都站错，只有咱俩所有人都站对，只有咱俩站错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因为我不是狼，我也找不到七号的第四个狼同伴能是谁吗？昨天你们全票是出七的，我是好人，十一号是好人，二号跳了个守卫，三号是七号，三号是八号都在打说三号可能是狼，十号也打可能是狼，七号出局说三号是好人的，就是他们如果是队友的话，他们连要扛推谁连要出谁好像都没有安排好这个战术，那还谁能试吗？我觉得可能没有站错，但我可能会听那个后置位六八两个人的发言来判断他们是不是好人，然后看我出谁吧。我是好人啊，过了。六号玩家发言。听我啥呀？我是刺客，听我啥呀？着急了，刺着急了。我没死啊，但是我刺出去了。那个你前面那个哥们儿那是个你不是纯种平民吗？你他是守卫啊，他昨天自首了，所以只要你们刀的那个九如果是身份的话，那我就骗不了了。我实话实说，我认四个，一方面是我想给你们传达必须得今天晚上刀一的信息，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我觉得八号人后面那嗷嗷待发呢，马上得
我觉得发布，因为十二三全部都要回头，四的发现你很难再打成一四七八的狼坑嘛，你打不成那个狼坑，所以在没有人可以再能骗到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就我就直接认刺客了。你们可以到那投我嘛，你们可以商量，因为就我不能跟你们商量，然后好像这个板子，因为我们又不见面，我也不能跟你们拍，你懂我意思吗？好像是这样，所以我只能传达这一个东西。一是个守卫，我是着急，我也想过他会不会自首的。但是我又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今天如果真的又拿到刺客，我反正要不把自己刺出去，刺死了，要不就刺出去。嗯，我昨天本来还想刺十一的，后来想想十一好像其实应该是会玩的，就十一好像很谦虚，但我觉得你是会玩的，只是可能经验上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没有那么像真的像日晨。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个，我要不要给你建议啊？天哪，我给建议给对了吗？很尴尬，给错了吗？也会影响你，那我得说一下啊，我得，我得说呀，我觉得八挺像猎人的，我猜的，不给反馈啊，我自己觉得，然后我觉得三不像，然后我觉得十二也不像，算了，我不要，你们自己来啊，那个你们等会就投我吧，好吧，就这样啊，那个等会晚上砍一过了。嗯，我想想啊，还剩几个好人？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好人，九死了，五死了，七死了，九死了，五死了，七死了。哦，我是不是猎人？自己想嘛！哎呀，徐姐说站错边是怪我，我的天哪！不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七，我跟七是两个狼，我点你干嘛？你都已经被打死了，铁进我们团队了。我只是说，我质疑的地方就是十为什么不要你的票？但我是不是只点了五跟十两个狼嘛？对吧？嗯，那我就归六嘛。不过你只能用一枪，对吧？那我就归了六，你们拍两刀呗，好不好？行吗？归六是吧？对对对。那个归六，等一下，那个人气票最后两分钟，人气票，人气票，快！一分钟十一名，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大家就点那个人气票，来，大家点人气票，十一名，十一名，来。你们过完这个一分钟，你们送完，我们再这一轮。行，大家送，快把手机拿来，我们也送。快快快快点人气票，然后左上角小黄心粉丝团有一个助力打榜，进去把免费的人气票赶紧解锁送出一下。最后一分钟，快快快！开始不能参与讨论，给他讨论，给他讨论。大家赶紧送一下人。哦，对你。那必须拍，那怎么没开始呢？行，你们三个拍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人气票，好好好。那我们投六。来，谢谢大家。然后左上角小黄金粉丝团点助力打榜，把人。来。等一下，然后这一轮你们是选择自爆还是让他跪？可以拍两刀吧。嗯，拍吧，拍。嗯，他不讨论就可以。他不讨论可以，你们可以。他不讨论就可以。嗯、可以。我们这里定的是十一。来，狼队阵营选择拍刀二号、十号。是女巫，咱们女巫就没了。哦，我觉得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四有可能像女巫了，是吧？嗯，我觉得四有点像女巫。那也没办法了，如果我们定他是枪，就这样拍嘛。嗯。一十一两刀是吗？好，一号是守卫，十一是平民，然后八是预言家。啊啊！预言家，来，那没办法。狼队阵营拍刀失败，本局游戏好人阵营获胜。然后恭喜大家，那个小红牌子啊，人气票的排名也很高。然后这一局也非常精彩。不要紧，我不能。来，给大家复一下盘。本局游戏狼人为二号、五号、六号、十号，其中六号为刺客，守卫为一号，预言家为八号，女巫为九号，猎人为三号，四、七、十一、十二为四张平民牌。一号守卫守夜守护，七号平民，狼队阵营击杀一号守卫，九号女巫选择开药解救，形成平安夜。八号预言家查验，七号为好人身份。井上竞选环节，八号预言家没有上井，七号玩家跳预言家之后发现没有人对跳，所以他没有退水。七号平民当选井上，第一天白天七号平民被公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一号守卫选择自首，狼队阵营击杀九号女巫，九号女巫开毒五号狼人，八号预言家查验六号为狼人身份，六号刺客狙一号守卫猜中，但守卫自首，守卫和刺客都没有出局，五九双死。第二天白天，由于刺客爆出信息，狼队阵营团队已明，狼队阵营选择拍刀，一刀一号守卫，一刀十一号平民，游戏结束，好人阵营获胜。好，这就是我们第一局的情况，大家如果觉得精彩，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请代宝跟大家聊聊天，复盘吧。嗯，这一盘呢，其实就是，哎呀，反正犯错的好人挺多的吧。然后因为我第一天发言，但是其实第一天站错边也有道理，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就不是预言家，然后我的发言也就瞎发言，我也没有想就是特别像那个预言家。但是我说点个人的意见，因为我觉得首先牛肉干拿到预言家不上警不太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虽然说这个精神大赛面纱和网纱不太类似，不太像，因为在网纱里面现就是那个井下原家会争议比较大，但是在面纱里面呢，我自己觉得可能不太好。如果真的到井下牛肉干万一跳了原家，可能反水就直接出去。但是我一会儿牛肉干回来得问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操作，我是不知道。因为开局之前牛肉干对着 KS 说我这盘原家就在井下了，你怎么着，然后KS 说行，然后第二天上井，我看8号，我去12号说我那个睁眼眼人，我确实睁眼眼人，我看见8号在井下，我就直接发了个金水，结果我发现到了一圈之后没有一个人跳，那么没有一个人对跳，那说明10号基本上 99% 是狼的原因是因为，那么如果10号是预言家，我在三个小狼里边我是那个刺客，对吧？但是三个小狼里面一定会有起逃动作，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个板子他们不会让刺客成为敌线的焦点位。正因为是这个板子一定会有对跳，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板子只有10号一个人跳，我就知道10号一定是狼，我就没放手。我还有一个没放手原因是因为我如果一旦放手了，这局比如我在井上，我把警徽让给10号，牛肉干井下就只能跳预言家，他一旦跳了井下预言家，我觉得会有争议。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有这个想法。我在起身发给八金水的时候，我是不知道八是预言家的。所以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至少现在啊，我认为拿到预言家还是要上警的。但是牛肉干就是牛肉干对于他来讲有什么就是牛肉干有什么战术思路我不懂。就一会儿他来可以让他复个盘。对，因为我一定要刚着，首先我认为十大概率是狼，其次说句实话，如果我不跳，假如说我不跳，那十号吃警徽的话，就我正常好像我应该放手嘛，我放手之后十号吃警徽，牛肉干在井下他就一定会跳预言家。牛肉干一旦跳预言家，哪怕他发言不好，外置位的人也可以拿井下预言家这个事儿说事儿去把反水出了，那如果是因为这个反水出局，其实就是会不太好，我觉得是这个。所以需要牛肉干说一下啊。不，他验了我七，不，牛肉干验了我七号是金水，也不代表在他的视野里面我就会，因为我很可能就不占身份怎么办呢？对，牛肉干刚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那个。等我卸个礼物啊，谢谢 Lucas 的抖音一号，谢谢车车的抖音一号啊，谢谢，感谢感谢啊。啊，哎，这个咋这么说呢？这把其实有点就是阴差阳错。我开牌之前我还没看牌，我跟那个 Y 哥和 KS 说，我说拿预言家我就不上警，本来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我一看我牌真是预言家，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是觉得好像在咱们大师赛的这个场上好像有过井下玉嘛，从来没有过，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玩法不是说一个，因为我们是面杀嘛，这个在网杀可能大家觉得就很不太能接受，但我觉得在我们的场上
应该可能，但我不知道大家观众的接受度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接受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想，我既然都准备锦下玉了，哎，我就离经叛道一点，我也没验过漆，我就把漆也验了，刚好还是金水。那其实我本来是没想过带跳这件事情，但是七号玩家确实发我金水，因为如果我没验漆金水，我是不会带跳的，只要我验的是外坠，我锦下一定会跳的。然后但是恰好验的漆是金水嘛，那就带跳了。我也想过如果锦下站错边的人太多太多，我也会跳，但是锦下漆拿了锦灰，而且大家还是站对边好人，我算了算票可能够，我就真没跳。然后第二天白天本来我也想跳预言家的，因为我验了六查杀嘛，然后他们要拍刀了，我就想他们肯定想不到我是预言家，我就也没跳。但是这个事情呢，不知道大家观众的那个接受程度怎么样，然后我就是想试一下啊，就想试一下，因为之前没有过这个东西，然后好多东西都很巧合，能滴滴带跳是七号玩家比较厉害，他找到我是预言家了，然后帮我带跳。但是如果就是外置位其他不是我验的七是金水，外置位跳我井下是准备要跳的啊，所以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打完铺垫以后，咱们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有井下悍跳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没有必要特别拘泥于这个井上井下的形式嘛，我是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的啊，我自己这么想啊。我过了，我只想隔空喊一声宝哥，他上一季一直想跳井下原家没有机会，他馋死了我估计。我是大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井下这个东西容易给人画饼，就是落下画饼，就比如说你是井下人家，你的发言就算比如你发言很好，十号发言不好把他出局之后，就容易别人拿这个说事儿，你知道吧。对，我觉得就是会给自己，就是跳赢了呢没有多大好处，而且会有一些风险，就是会有这种，但是就是我觉得就试一下。对，可以试，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狼人杀也没有硬性规定说狼就是预言家必须上镜，但是这东西就是看大家接受程度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啊。没想到上强度了是吧？所以第一天出我七的也某种意义上也不算站错边，因为我发言的视角，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展现一个预言家的视角啊，因为我不是还说守卫不用守我吗？正常预言家一定会要守卫守自己的。对，他不送我去死。对对，所以我就说不太好嘛。我真生气了。你看看生气了。你把衣服脱掉，不成我的好运啊！每一次换跳都井下预言什么啊？对，就是井下人家不会给狼人很大的空间。那你不跳他不就？对，因为我想了。那我怎么办？对，我想着我如果不刚着，我放手你拿警徽，牛人干必跳，他跳了你必出局，那狼人就不太能玩了。但我觉得有这个先河以后，井下那狼是不是以后井下也能悍跳？就是我们不能确定井下就一定是预言家或者狼吗？我不想当先河的受害者。那个歪哥，你这个末日恐惧留言太多了，我就趁这个时间给大家播一下啊。哇，这个河西投送简散并留言。密室大神不得给大家带带队吗？然后勿念射牛教主投三个减散并留言，我不买茶叶也要助力偶像的密室梦想。然后君君是守护歪歪的密室梦想，还有微蕊助力歪哥每一个密室梦想，期待有密室录屏。还有一个是匿名助力代宝实现恐怖密室心愿，减分大军来接力。然后虽然那个代宝赢了一局，但是他今天已经扣四分了啊。就是你三局全胜负一是吧？没负一，三局全胜，昨天还有1.5，然后是今天如果三局全胜就是0.5，总分0.5啊。所以你们懂吧，懂吧？大家要加油了。三点，三点，三点，一个人不跳人家，请下两个人发言对象。哇，那让十个人分析一下谁是谁家。好，我们第二局是梦魇霍心。好，我们第二局是梦魇霍心的版型。梦魇是夜间可以恐惧一名玩家，该名玩家无法发动技能，如果是狼人的话，狼队阵营不能刀人。
然后是白狼王，白狼王是可以自爆带走一名玩家的。那这把是所有人都没有战队币？啊不，只有你没战队币。神职是预言家、女巫、守卫、蛊惑师。蛊惑师是属于夜间的进攻性神职。蛊惑师每天晚上蛊惑一个人，如果蛊惑师当夜受到狼人攻击呢，他蛊惑的该那名玩家会替代他死亡。但是这种技能一局只能生效一次。然后蛊惑师连续两万蛊惑同一个人，那名玩家会出局，被蛊惑出局。那我觉得他不是，他不是的话，他不是的话，那我只能战十了呀。这一局是有一些阴差阳错啊，觉得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但是大家对于这种玩法有什么看法？可以到我们的超话竞争大师赛去发表一下，大家可以自由讨论一下。那我听他不是我战十，然后井下就二三八，他井有打了三十一，十一是他的金水，那我不能只能打你。我们第二局是梦魇祸心的版型，梦魇祸心蛊惑师是来自我们的新冠名范郎，大家可以下载范郎了解一下。我们本这一季可能还会推出，之后会推出一些更多的新版型。灵感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赞助 APP。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范郎这个 APP 啊，游戏社交两不误，线上就把 CP 处。是视频狼人杀，在家也能玩面杀，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下载一下。你来啊，你来。我来，都别说，我来受这个喷一个个。你来，我底下贴脸跳，我看你们打不打。我也贴是，那贴脸这对人不行。你凭什么敢刺我呀？你说你纯种平民啊？我都不知道这把，你跟我说纯种平民什么？你第一天就知道了你是饮水。嗯。哎，那我们第二天我们没有找到他，没有找到他警上，他说他纯种平民，我你都能被 KS 找到手哎，我的天哪！KS 能找你，发言不好，我看深刻反省一下。也太好看了吧！因为是有发挥点，对，因为有那西蒙师，是范郎，蛊惑师，西蒙师玩了三天，蛊惑师，蛊惑师，蛊惑师，太亏心了。那玩了什么？蛊惑师。会玩，昨天玩过了。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好吗？我们就1300好吧，1300给大家开启视角。我们即将入夜。我们红牌子了吗？红了。最后还是还好。恭喜大家，今天很红很红。有手机吗？放在一边就行，入夜有人收。我们就点到1300好吗？谢谢宝贝，今天人还蛮多的，所以大家应该很容易就点到了，大家一起点点赞，很快就到1300了，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开灯。天天不会给四发金水吧？这把我们就现在辛苦一点啊，点到1300，然后我们第三局机械狼就会直接给大家开视角，所以大家还是帮我们带班点一点，这样数据会好，好吗？那个小天，今天手机手机还有谁的手机？挺好的，没有，你确实比较难骗。来，挺好的，我是不想。就是你跟那个市长，你觉得我在骗你啊？来，梦魇祸心，亲爱的，你说他在复盘？来，好，各位抽好抽牌。